宽敞明亮的购物空间，舒适合身的军服款式，国军官兵专属的品牌优惠，还有种类多元的商品选择。位于桃园龙岗地区的国军服装公售站，是国防部服装补给制度革新的创举，自今年十月试行营运。从官兵的立场出发，为国军弟兄姐妹们设想，提供有感的补给管道。陆军司令部日前举办国军服装公售站试行开幕典礼，由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上将主持，与陆军副司令黄中将等人共同为活动剪彩，并邀请媒体共同见证国军服装补给制度上重要的里程碑。开幕典礼特别由陆军专科学校战鼓队及舞狮队带来精彩表演，为现场增添热闹气氛。国军服装公售站是国防部参考先进国家的服装补给制度所设计，邀集国内各专业领域优质厂商共同执行，主要目的在提供品质保证的服装，并将品项的选择权交给每位官兵，使官兵依个人穿着需求，在配付的额度内提领日常生活操课训练所需要的服装。其实我们这次服装公售站设计哦，是参照美军的 PX， 其实新加坡也有类似的一个执行方式叫 E-Mart， 那这个东西在国外其实已经执行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国军以往的服装补给大部分都是用定时定向定量的方式，所以我们看了美军也好新加坡也好，他们有比较先进的一个做法之后，我们想引进到国内来使用，让官兵有更完善或者是说能够有更及时的一个供补系统，这是我们当初想要设计的一个起源。在选择上会觉得多了很多种选择权，那再加上可以针对个人需求去做自己适当的搭配，而且也不会说都是用跟大家一样的，可以针对自己比如说特别怕冷啊，或者是说会想要选择比较厚的料子，针对自己个人需求来做选择。国军服装公售站主要区分公费贩售区、洗衣部、自费贩售区、官兵休闲区及 3D 测量与试衣间，不仅贩售军便服、迷彩服、运动服及个人消耗性服装，官兵也可视个人需求自费购买优于市面通路售价的运动休闲服饰，并透过 3D 量测技术获得个人服装尺寸参考数据。然后现在有了服装公售站的话，就可以自己挑选，然后也有足够的点数让我们自己去买想要的东西。走进来这里就觉得跟外面的卖那个运动用品店差不多，而且还可以选到自己想要的尺寸还有想要的衣服。有别于以往的定期定量的服装拨补模式，官兵现在可透过实体店面及购物 APP 随时随地选购符合个人需求的军服及配件。最特别的是，国军服装公售站提供多元付款方式，官兵可于公售站选择以现金、刷卡或核定额度付款，或是透过网络及国军服装公售站手机 APP 完成选购，再选择刷卡或扣除核定额度，轻松选购个人所需服装。其实我们当初就想，既然我们希望要有一个全规范而且又有一个及时的方式，那我们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卖场，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卖场要提供官兵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知道他们自己想要什么东西。那同时我们又想到，既然要有全时的一个贩售或者是一个补给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希望要结合一个手机的 APP 或是网络订购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的意向做了一个结合。所以像龙岗站就是我们现在实体卖场所设立的第一个站，同时你也可以利用网络来执行下订，这样不管你什么时候有急需，
我们都可以及时掌握到你想要补给获得的需求。在这边满足我们购物的欲望，还有符合了我们实际上的需求。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是，的确多了非常多的资料可以做选择。对，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金钱上的顾虑，可以买到自己需要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也不会浪费社会资源。上次是在休假的时候用手机买了鞋子跟冬天用的长袖衣服，然后最快三天就拿到了。他们用电话确认呢，然后确认我们有没有拿到这样，然后他们对官兵弟兄的态度也很亲切，然后也很细心。国防部遵循蔡英文总统照顾官兵生活的政策指导，持续推动营舍改善与服装补给制度改革措施。目前服装供售站第一阶段试行验证，由陆军第六军团优先实施一年。第二阶段正式营运将结合福利处福利站据点位置及三军司令部实际需求，设置18个实体店面，预计于民国110年全国营运。未来国防部将持恒不断精进，不仅照顾官兵，更扩大国内市场内需，创造互赢双赢新局面。